Hello， 大家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Carrot。 这期影片呢会来讲解奇异的现象，就是我们变成了 2D 的纸片人啦。好的，在看我的影片之前记得点赞和分享。 OK， 这应该是一个吧，但是所有扁扁的玩家都能大大的节省游戏的空间。不过看着他走路的方式就感觉有点莫名的搞笑，虽然在 3D 里面看起来蛮正常，但是在 2D 的时候使用 3D 跑步姿势就有点离奇。另外如果我们使用躺的姿势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是一片东西而已，就没有那种想象在地上扁下来的画面。此外除了玩家会变成 2D， 他拥有的所有东西都会变成 2D， 例如交通用具、你的鱼类还有宠物都会变成 2D。 我也发现当你拿着摄像头的时候，然后朝上朝下就真的很 2D 啦。最后也很万幸的，官方把大家都整合给 3D 了，虽然是一个 bug， 但是大家应该都在这纸片人的一天里面感到很有趣吧。好的，我的影片差不多就到尾声了。近期因为考试的缘故，所以我会把更新的部分延迟发放，所以请大家见谅，还有期待我接下来的作品哦。就这样先啦，拜拜。